把朕的草莓拿过来，意思是来点这种。那我草莓呢？我这还得吃了，还得你们草莓吃了。草莓呢？我不是这个，用它的那个结底跟它立起来，放个草莓在袖子上。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，说你
如今每一句恭喜恭喜，感谢我有你有你，哦，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。谢谢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整晚的陪伴，非常开心我们能够相聚在小芒2024年礼节，在此共赴心愿之地，新的一年也请屏幕前的你尽情尽力尽兴尽欢，新的一年你只管奔跑，万事万物都会向你而来，新的一年让我们更用心的去热爱，热爱一荤一素，热爱潮汐与日落，热爱灯火与晨光，热爱人间烟火，热爱梦想滚烫，让我们更用心去热爱，热爱更好的自己，热爱日新月异的创造，热爱繁荣昌盛的祖国，热爱更加美好的世界。小芒2024年礼节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但小芒的福利将会一直持续，欢迎各位常来小芒 APP 里逛逛看看，一定会找到专属于你的贴心好物，让我们期待明年的相聚，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